稍等我一下，去穿一个衣服。走吧，开始一天的行程。去上海啊、哦、对，没告诉大家我现在在今天其实还好，没运动。平时如果开工早的话，基本上5点多开工的话，4点多就得起，所以今天已经算很幸福的。开到前台去了，没有，坐在这儿。开到那边去了，他是没有，他是坐前台在这儿的。哎，那儿。请勿疲劳驾驶，请系好安全带。是要上高速了还是？你也系上吧。你好，请稍等，给我115元。救他，还在一说，没人理我，你支撑一下呀！衣服什么，我赶紧凑过来啊！衣服，大家只关心衣服，因为衣服太贵了，还得要求艺人自己支撑一下呀。有点，给点劲儿，领吧领吧。这也要是吧？全都是来蹭片的。对啊，只是个光屁。我真的只是个光屁。光屁，这个。来，棒。散图了啊！来吧，好的。他们除了王老师，其他谁？
所以这是又是新一期的吃播是吗？谢谢。而且这次吃播还有小伙伴，这是我的搭档。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王佑硕，欢迎您。是吧？真的就一个马路。嗯，他还是要上车。他是要上车。你自己上车吧。前面先走了。看着这群我的工作人员，就这么定了。真的啊？再找个位置。那我这边。我都摆好 pose， 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来，都比个这个啊。上车吧。上车吧。我们要走是吧？我们都想走的。你上车吧，你们上车了，太寂寞了。你们那个看，赶紧拍一拍，拍拍他们，看你看看这群人，看看这群人，抛下了我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完事儿就马上抛弃我。不是一天雇的吗？哎。大爱精神，你知道吗？你们50天一雇的，我得扣你20。给你一个拳击，孤独的我。经纪人和宣传，宣传不管我，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，他俩自己打车跑了。看看你自己看看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就是剩我一个人。哎，今日工作圆满结束，我呀，回头再继续干。一个人。拜拜。拜拜。哎。都凉了，你快吃，别拍了，真的，别拍了，快吃吧，吃吧。伤心的，悲痛到这种。下去了，还没来呢吧？应该来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别装了。